Hello，Hello，哇哇！小亮的头发已经变成那样。Hello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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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看到了瓜子，我看到了西瓜。哇，从那个门口过来，然后跟英谷一块买了点吃的，大家可以。这么坚果的吗？哇，坐坐坐。你们最近搞这个任务搞得如何？听说昨天都没睡觉。不用听说，就是没睡觉。没睡觉。看我们我的面貌看不出来吗？对啊，看你们今天精神抖擞的，苍老了十岁了，这叫燃烧神命。哎，那你们今年就是相处的怎么样啊？互相评价一下，很通透。有连体组，我们三个连体。有父子局，父子局。你们是什么？护着头发组。相爱相杀组。相爱相杀组。哦，那把你们拆开了，你们很难受吧？很难受，每天以泪洗面。还好，还好。就是我们本来不是一个组的嘛，开会的时候我们都会坐在一边，就可能有的事儿不太看得到对方的表情。但是这次分组之后，阿黄就坐到对面去了。然后我们这种时候不能跟他眼神对上，就整个过程不管有没有好笑的事儿，那反正一对视上我们就会笑。这样，我想到一个游戏了。来，我们来玩这个，这个大家玩过吗？就是每个人会随机发一张卡，然后呢，就是绑在头上，然后如果谁就是做出了他绑的那个，对，那就要有惩罚吧。你们互相绑一下，互相绑一下。现在已经开始了，已经开始了。我这个是什么？啊！先不要，先别急。三二一，开始。发现。啥？啥？快点，快点，拿下来，拿下来。不是，我还没有住。拿下来你就懂了。我们已经开始了。啊？我就已经输了是吗？对啊，已经输了。英谷哥精心为您挑选，我随便抽的。我说实话，原本我是要这个的规则是我如果抽中了，我就一定要这么做。不是你这么做了，就算你输了。这么做了就输了。规则应该是哪一个？说一下。我给你随便拿一张。李哥，你好像有点那个卡到头发了，你要不弄一下？是吗？对。那我就换一张牌，好不好？不是你卡到头发了，你把它弄好。对。OK。就这样了。啊？我把那个头发往这块往后面。啊。其实已经动到了。我已经摸到了呀，你还动到了。已经输了，正常来讲已经输了。刚刚是谁害你的，记得吗？我记得。好。好。你什么星座啊，谷子哥？你什么星座？金牛座。哎，那你猜那个广贺什么星座？我估计他忘了，猜不到吗？不了解。哦哟，你们俩关系。飞哥几点？几点？我不知道啊。我不知道。现在应该挺晚的了吧？这个点，挺晚的。这样子，那个刚聊到什么？还是正常主题聊嘛？你们刚刚是聊到大家之间的相处嘛？你们相处怎么样嘛？一个人一个人聊吧，对吧？说一个别人的优点，一个缺点，然后你对他整体印象，可以吧？枫叶先呗。谷子哥实在是太高了，所以你俩谁高啊？哎，肯定是李哥高。那我们打个赌嘛，枫叶，我们俩谁更高？哎，天气不错哎。那你就是加入我赌局了。我从来不参加赌局。搞不到他的这种东西。太明显了。给他换一个。
这样咱们就一个人选定另外一个人，说一下对他的感受，然后他的优点、哎、缺点。已经做了，刚刚做那个动作了。说一下对他的感受。加吧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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俩第一个是手放桌上，一个是掌心向上。我们先完成刚刚那个话题，说一下对对方的了解。瑞哥吧，瑞哥的优点就是说他的睡眠质量一直都很好，就是入睡特别快。那缺点呢？缺点就是他特别那个，他特别有那个叫什么包袱。什么包袱啊？偶像包袱。拿下来了，拿下来了，结束了。分享一个故事，我上一季我第一次见到谢真，然后谢真他就讲话，你知道他不正面对着我，他是侧面的，就我在跟他我这么跟他讲话，他就这样，他就这样跟我讲话，你知道吗？所以我一开始觉得真的是有问题，但是后面跟他关系就很好。就是反差特别大，你们有没有这种情况？就是见第一眼，感觉怎么后面就感觉巨大的反差，是吗？来说一说。嗯，就拿下来吧，拿下来吧。让你摁的。什么反差吧？哦，我觉得他反差很大，就是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，反正肯定不是这样。哪样啊？哪样？哪样？哪样？啊，哪样？去拿下来吧。哪样？现在可以说哪样了？对，我第一次见他，以为他比较高冷，然后就是用那种，长得很精致嘛，然后能弄背头，然后就这样。那现在呢？完全就我们管他叫刘师傅，反正他很搞笑，就他是我们团宠那种感觉。就是你觉得他从一个男神通过接触慢慢变成非男神？不，从一个很高冷的，然后变成了一个很可爱且搞笑的那种。How？有点刻意。Yeah。摘了吧。摘了吧。Yeah。摘了吧。没有想到吗？我刚跟他妈说完，说这个一定会一箭双雕。就先这样吧，就这样吧。好好好。我的是什么？是，我这什么？哎呀，我这个头过一劫。